3月31号有媒体爆料，近日郑恺和苗苗被偶遇在一起逛超市，随后两人分开活动，采购完各自东西后，苗苗又挽上郑恺的手臂走向了停车场，而画面中苗苗小腹微微隆起，疑似已有好消息。此前有媒体称拍到了久未露面的郑恺和苗苗一起现身机场，两人皆是口罩加帽子包裹严实，从机场走上车后直奔某私立医院，进入医院后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检查后，两人和朋友从大厅走出，苗苗一手拿着检查单与朋友交流，一手紧挽着郑恺，亲密十足。据爆料称，院方表示该医院目前只有急诊全科和妇科还开着，苗苗疑似是从一层的产科急诊绿色通道走出。更有知情人士爆料，两人好事将近，女方已怀孕。对此有媒体向郑恺工作人员求证，对方回应表示不太清楚。据悉郑恺与苗苗在2019年7月亲密出游疑似恋情曝光，随后多次被拍，但从未承认过恋情。